以后跳伞慢的小伙子，可千万别来抢鲨鱼的神秘打野点了，否则掉分大礼包等着你。鲨鱼还没落地，就发现附近全是降落伞。我操！敌人还在高飘，自己已经落地。听到附近急促的脚步声，鲨鱼赶紧捡上宇宙最强喷子。对面被当人机刷了。神奇，神奇。 鲨鱼还以为是狙击的，但哪有这么傻的狙击队？怎么第一把就狙击呀？啊！这次的神秘打野点太穷，鲨鱼必须转一点位了。没想到来到自己第二个神秘打野点，依旧穷的鸭皮。鲨鱼只能开麦询问，想投靠队友。身后你那边有人吗？虽然队友并没有搭理透露信息，但看到队友都还活着，就猜到附近肯定安全，否则跳军事基地还不得嘎了。没想到自己才刚来，光子就给自己送上信号枪大礼。哎呀妈呀！ 难道就是海岛男明星的待遇吗？队友半天都没有一把，我刚来就来了。队友还挺识趣，没和自己抢饭吃。要是换做队友的超空鲨鱼，肯定比谁舔的都积极，全部洗劫一空。直接全捞，不解释。队友那边传来空哥的枪声，但队友貌似知道自己身份，主动让坤给鲨鱼。队友居然给我让人机呀！看来队友也是知道我身份了吧？不错不错。 这就是大明星的待遇吗？鲨鱼忍不住自恋起来，果然素质高人品好不是吹的，居然给鱼哥让人机，看来鱼哥这人品是真的没话说啊！装备已经满配，足足带了400多发子弹。400多发，鲨鱼这是要去打生化模式吗？看到队友由简普通空投的想法，鲨鱼主动掩护。你去舔吧，我帮你叫枪。队友给自己让坤哥，这也算是礼尚往来吧。一切准备就绪，鲨鱼只是看一眼圈形便知道接下来干嘛。 怎么说呢？去河边看一下能不能赌一波。依旧是来到悬崖边大石头附近，只要待会刷圈到里面，那必定有人开船进圈。OK， 圈刷进来了，等敌人开船。等了2分半毫无动静，鲨鱼寄希望于超空掉落信。掉！没想到鲨鱼的注意力被枪皮吸引。我这枪怎么好像上面裹了块烂布似的？什么丑枪皮呀！ 看来枪皮还是不太适合鲨鱼，浪费半天时间蹲人才发现连烟雾弹都没有。鲨鱼必须搜一下了，一颗烟都没有，再搜一下。三号，你在这待着吧，我去搜一下。鲨鱼吸喷圣体再次发力，不用，坏了，他肯定以为我要吸毒食。队友给自己让坤哥自己去吃毒食是吧？不过队友应该没那么小肚鸡肠，让鲨鱼没想到的是自己才刚上屋顶站点，远处再次冒出一个坤影。 这下坐实自己吃毒食的事实。这么多人机，这人机打谁呢？没打谁，放空枪。鲨鱼不仅是吸吞圣体，居然还是吸空投圣体。人在屋顶做空投，天上来，掉脸上的空投哪有不捡的道理？掉脸上，开始捡吗？没办法，鱼哥太火，属实太火。来吧，什么枪呢？鲨鱼已经有两把差不多的了，也没必要捡了。队友也已经有T3了。 我还用叫他拿吗？鲨鱼却突然有了想法。哎，不然我双，对啊，我双击三吧，我干脆直接双击三得了。哦，这火力绝对嘎嘎猛啊！两把大昆山到手，水雨争锋，立马回到屋顶架枪，看到天。